今年秋冬流行的妆容是烟熏妆搭配裸唇。烟熏妆不再只是一个黑色而已，我们建议今年的烟熏妆可以用一些色彩比较缤纷的颜色。Laura Mercier 今年推出梦露烟熏眼彩笔，总共有八个颜色，每个人都可以为今年秋冬的眼妆带来耀眼的妆感。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一支烟熏眼彩笔搭配晕染刷，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烟熏妆容。直接将烟熏眼彩笔转开，然后涂抹在我们双眼皮的折痕处，再用我们的晕染刷以旋转的方式做一个渐层的晕染，在眼尾处可以直接当眼线做一个加强的动作。接着再使用腮红来替我们的妆容增加一些气色。最后啊，我们再使用今年秋冬流行的裸唇，为我们的唇部带来一个透亮的妆感。